社会，我们代表所有最真实的反对，每个人都能够参加这个派对。我们是谁？是谁？地震报。我告诉你，什么钱包那么多人喜欢我，就是因为我长得帅，就是因为我比脸黑，就是因为我的专辑比周杰伦的卖的都快，就是因为我说潘玮柏比我的骡子像是来吸引我的，怕什么？来崇拜我的，凭什么？来拍卖我的，为什么？戴光子的一张皮，说我比我那些富人就一个调。剪窗花，剪窗花，你怎么不是个哑巴？徐老师，徐老师，我是徐老师，品是我是个摄像师。白天我上班有很多事，晚上回家就写歌词。我整我哪个俘虏全身和他是名医，两个小时我学不会迷掉，就是光讨刺，就是最后三个字，就这么路谱路谱路谱路人中中五分钟给门不带写了个配乐，配了个防御，是能听得我想要词。不过至少你还能卡皮子，有些同学他们说唱根本就不卡皮子，回家好好练练吧，他们还不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就叫不卡皮子。那才是听了想要死，这个世界怎么有那么多大字，以为自己牛，唱点饶舌字一字，唱来唱去还是不卡皮子。我们来自青岛最底层的社会，我们代表所有最真实的反对，每个人都能够参加这个派对。我们是谁？是谁？地震棒 MC 杀手，带领兄弟开创青岛帮派新的天下。我们是 underground， 但不是 gangsta， 听我们的音乐你就会被我们同化，谁又在那里装傻，我知道你们的想法。 Now time's up you lose， I win， I told you I will coming back， what now what now， 好，现在睁开双眼，看到吗？听到吗？感受到吗？顶针棒的力量，这才是你的信仰。 Let 大家一块给了我闯顶针棒，我就不怕你见我不爽顶针棒，我的枪永远都烧得烫顶针棒，你要是不爽你可以唱唱顶针棒。你要是不认识我，我就来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来可我，那我也不点呢。你要是不认同我，那你们就只能滚。你要是想和我们 battle， 我们就傻子呢。我们来自青岛最底层的社会，我们代表所有最真实的反对，每个人都能够参加这个派对。我们是谁？是谁？地震棒。我们来自青岛最底层的社会，我们代表所有最真实的反对，每个人都能够参加这个派对。我们是谁？